土豪正在路上散步，一辆警车突然飞驰而来，将土豪逮捕。法官说土豪没有准时上传视频，要将土豪拘留24小时。土豪只有一个请求，那就是带上他的兄弟。法官一锤定音，兄弟们颇为无奈。随后换好衣服的土豪被护送到监狱，每个人都有一瓶水和饼干。结果兄弟想要大便，小伙只好帮兄弟挡住。4个小时马上过去，土豪开始整蛊兄弟，将爆辣薯片拿给兄弟吃的，兄弟直呼好辣。很快到了睡觉时间，兄弟们都睡得很香。突然几声巨响，几人睡眼惺忪，原来是到了起床时间。早餐可真丰富，还有汉堡和饮料，这哪里是监狱，和家里没啥区别。但还是不对兄弟胃口，一把扔在地上，不过又捡起来了，毕竟说啥也不能浪费粮食。土豪拿来手机，让兄弟们和家人联系。当家人听说在监狱时，都在哈哈大笑。小伙女友还特意送来蛋糕看望，几人吃得满嘴都是，结果发现蛋糕里竟然放着锯子，几人拿着锯子越狱，还真让他们逃了出来。兄弟合计还几分钟就到时间了，现在越狱了不是亏大了。事已至此，土豪几人连忙隐藏身份，个个打扮成墨西哥风范，只有高个小伙作死，还想去偷警车，瞬间又被抓住。更多精彩内容持续更新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。